边才教了，刚刚才教了他上楼梯一次而已哦。让我们来示范一下小狗狗的学习能力哦哦哦。OK， 不是我说，小兰到现在都还不会上楼梯。好，先要教下楼梯哦。我们要教下楼梯，爸爸你教下楼啊，不行。那你帮我录，我教他下楼梯，现在正在录哦。姐姐要过来了，等一下哦。Hello， 哎，小大，哎，小大，你看姐姐在这里，赶快下来哦！啊，你看姐姐在这里，赶快下来，快点！要跟姐姐玩吗？赶快来！好，我们去玩了，我们要去玩了。